这是一只黑脸琵鹭，全球濒危物种之一。此刻，它正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觅食。作为深圳的明星鸟类，黑脸琵鹭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，而且有那么一群人，更是时刻牵挂它们的生存状况。他们就是深圳的爱鸟、护鸟人。这片茂密的林地是总面积为9.22平方公里的广东内林町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由福田红树林湿地和内林町岛两部分构成，为黑脸琵鹭、猕猴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。福田红树林是我国唯一的城市市区内原生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，也是候鸟从西伯利亚迁徙至澳大利亚的重要驿站。这位老人名叫王永军，作为这片自然保护区曾经的带头人，他对这片林地有着割舍不去的情结。我是2007年退休，我能够用我学的一些知识，这个跟告诉大家，让大家在这方面提高认识，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。红树林的这个物质循环能量流转，就保障了这里这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平衡性。2004年，一群热血的观鸟人士自发组成了深圳市观鸟协会。十几年来，他们致力于推广观鸟活动、鸟类生态保护、鸟类普查及环境监测、建立鸟类资料库等工作。这里面就包括一年一度的黑脸琵鹭全球普查项目。每年冬天一月份，鸟数量最高，所以冬天我们统计的监测的密度频次就比较大一些。这是一项由香港鸟会统筹、全球各地鸟会参与统计黑脸琵鹭数目的活动，由各地资深观鸟者、环保志愿者、鸟类学家共同义务承担。鸟类调查的话主要有几个就是难点嘛，就是首先的话就是说，你现在深圳湾来说，你从保护区里面都有好几个点，还有深圳湾光眼啊，还有现在沙河溪啊、华侨城湿地啊，就所有的点又一起来计数，重复的要把它剔除掉，因此这样的话就要投入人力就比较多。2019年的普查安排在1月25、26、27日这三天进行。此次活动的招募公告发布后，简晴香抓住了参与这项有趣工作的机会，这是他自2014年以来第六次参加普查活动。通过这个数据的调查，每年这个统计啊，来监测这个黑脸琵鹭，它的数量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，从而来就对我们这个环境呢进行一个评估。同样参加普查的吴景和周军是红树林基金会和华侨城湿地的志愿者，他们在公园做导览时经常会向公众讲解鸟类的生存状况。我觉得通过这个鸟调，对它更深刻的包括栖地啊、繁殖地啊、数量上的这些的变化，可以更生动的去跟大众做公众活动的时候做讲解。能有幸参加黑脸琵鹭全球同步调查，还是蛮高兴的。他们有很多很热心的一些青年，就而且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庞大。现在，你像那个红树林基金会，我发现这一帮子小青年呢，真是我还很感动的。
大多数时候，他们利用高倍望远镜和长焦相机进行技术，对于丛林遮挡的区域，目前也开始使用一些更直观灵活的工具，譬如无人机。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执行园长尹玉柱说，使用无人机寻找躲在远方树后的琵鹭是非常有效的，它可以对琵鹭拍下非常清晰的照片，从而便于计数。在操作的时候格外会注意，比如说要看好风向，控制好与鸟之间的距离，这样的话对它的干扰会比较小一点。27号下午4:30，无人机在公园里记录了48只琵鹭。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，全球共有黑脸琵鹭3941只，其中有350只黑脸琵鹭在深圳湾过冬，占全球总数的将近10%。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和得到的数据，还有我们观察到的鸟类栖息地的情况，来对园区的一些适宜鸟类生存的环境进行一定的栖地营造，然后让它更适合鸟类生存。许多观鸟爱好者为了拍摄珍贵的画面，在野外风餐露宿，起早贪黑，不辞辛劳。毫无疑问，鸟类拍摄的意义就在于对鸟类生活的真实记录。人类不应该侵扰、干涉、改变鸟类的生活习惯。在他们看来，摆拍、诱拍是极为不光彩的行为。诱拍吧，会使鸟过分的与人亲近，丧失它的警惕，丧失自己采食的能力，往往被那些捉鸟人、打鸟人所利用，那么下一次有可能就是他生命的终结。田志辉，资深观鸟者，在今年1月27日，田志辉成功地拍摄到豹猫和黑脸琵鹭同框的画面，成为一段佳话，也圆了自己十几年的心愿。在田志辉发起的社交群里，聚集着众多观鸟爱好者，他们在这里分享作品，交流经验，相互勉励。黑脸琵鹭的性情温顺，从不主动攻击其他鸟类。这是一组由观鸟爱好者老弟拍摄的黑脸琵鹭，镜头里呈现出它们优美而平缓的姿态。自2016年以来，华侨城湿地每年都会来一只黑脸琵鹭，仿佛如约而至。尽管没人能确定它是否为同一只琵鹭，像今年过年的时候7天，它来了6天。这是2月16日在华侨城湿地举行的小鸟课堂上，一群孩子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观鸟、识鸟，并学习保护鸟类的知识。它经常两个两个在一起。红耳杯的头是很有一点点尖的。白头杯它又有一个名字叫白头翁，有一圈是黑色的毛，就像围脖一样的。鸬鹚可以帮助那些渔民那些抓鱼。它的嘴巴扁扁的，我还看到它一头扎进水里去捉鱼。白脊羚。今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水面上游的那些鸭子，因为我看那个科普说，虽然在水面上很淡定，
但是它下面很努力的在那扑腾它的双脚。像棕杯伯劳，它是雀类的一种小猛禽。今后希望也在于年轻人能够对于这个自然环境保护啊，对于这个鸟类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啊，能够起到顶梁柱的作用。怎么能够用孩子的语言让孩子有这个很好的这种收获？唯有理解才能关心，唯有关心才能帮助，唯有帮助才能够被拯救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做自然教育的一个意义，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环保志愿教师这些做自然导赏员的一个初心。他叫胡月，山羊是他的自然名。在观鸟圈里，自然名是每个人的名片。2018年，深圳观鸟协会发布了包括深圳湾公园、华侨城湿地公园、梧桐山风景区、笔架山公园、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等10家观鸟点，其中深圳湾公园是市民近距离观赏和拍摄水鸟的最佳场所，常有大群鸟类列队飞行，场面极为壮观。每天早晚，成群结队的观鸟爱好者聚集在此，他们端着相机和手机，等待着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。经常在观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天气不太好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小儿科，可能就是因为喜爱吧，所以可能这些什么晒黑啊、晒伤啊，或者什么风吹雨打的，可能都没有当回事儿。鸟类是自然野生动物中最具代表性的类群，是森林、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们的生存状况，灵敏而又深刻地反映着自然环境的变迁。毫无疑问，它们也是让这个星球引以为傲的生命。正是因为它们的自由翱翔，给了人类飞行的灵感和梦想。王永军认为，深圳30多年的发展建设使湿地面积缩小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鸟类的生存环境。随着生态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，以及公众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不断加深，特别是深圳更加重视湿地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其结果也鼓舞人心。2014年5月1日起，23平方公里海域禁渔区在深圳湾设立，禁渔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在深圳的东部，一座名为营业树湿地园的自然保护区已在八光村周边初步成型，海滩、湿地、林地连为一体，百余棵营业古树得到更好的保护，也为常年栖息在此的50多种野生鸟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。截止到2017年12月，深圳有记录的鸟类为366种，比2000年增加了86种。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了深圳打造森林之城、公园之城和世界花城的成效。